借由这种感觉呢，来推广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，幼以及人之幼的这个善良的社会风气。那现场我们会有现场书法老师来做现场挥毫，那也会结合这个书法书写这些文章，那我们等一下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，谢谢。有将近100席，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的开放65岁的这一些敬老，有没有一些敬老券哈？开放65岁以上的这些前辈老者来我们的现场喝茶。那其他呢65岁的现场来宾呢，可能在我们这个报到处，我们是有一个茶赏茶券，那我们300块呢，我们会送给你一个纪念品。那我们等一下这个书法席的这些现场挥毫的这些义卖所得，会捐给我们竹崎高中来做一个，书法推广基金。还有一些我们来自北庄的这些茶人，非常感谢你们哈！我代表嘉义县清溪新文艺学会来感谢大家。那希望呢，大家在今天呢，我们等一下会有无我茶会的这个演绎哈，还会有现场挥毫。希望大家在现场呢能够感受一下，那顺便呢来迎接新的一年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今天的风和日丽，是我们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天气也是非常的好，老天爷非常的保佑我们。那我也希望现场的这些来宾呢，能够透过我们简单的这个席地而坐的茶席，来达到比较愉快跟自我洗涤。自我身心洗涤的这一个活动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大家在喝茶的过程当中了解彼此，我们透过茶会深深的去明白，原来茶会让我们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那也很感谢大家今天，从北中南，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很长的时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。我代表嘉义县清溪新文艺学会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